天吃的叉烧份应该是整个中秋节烤肉的分量。第一次看到我眼前有十个千层蛋糕，现在目前吃完有十秒吗？满满的大爱哦。大爱，哎呀，豆芽菜、菠菜、高丽菜，加起来10斤，10斤哦。对，还要吗？他主动跟我要哎。你等于是达成了人类的里程碑。对对对，什么大爱改成小慧，见证人类历史的一个。周日晚上，请锁定26频道《未来综合台》，大胃王来了。